那安尼你得应该对我坦白啦。你的身体到底是什么状况？跟你讲是有什么路用？阿婆要改变什么？你是安怎就要逼我讲？是，我是无法度自拔，啊，不过我会当陪伫你的身躯边，我会当逐天讲笑话给你听，我会当陪你甲爸医好啊。祥多啊，来来来，来，会当饮水吼，来，豆豆你，来，你是今天扫还是隔天扫啦？那遐尼拄好，要讲话就扫。为什么在我想要提起勇气，要对家庭坦白一切的时阵，却一句话拢讲袂出来？敢讲这才是天公伯爷的意思？这是予我过去辜负家庭的处罚，为温存我伫个这性命最后的时间，予我甲家庭做伙度过。家庭，我。煞煞去啊！你若无想要我陪你，你就直接讲，唔免超过伊扫给我听。看你安尼扫，我嘛足忝的。对啦，我好像袂记哩。你讲你要甲雪莉重新开始，你放心，我袂遐尼白目，我会甲家己顾好，袂阁去找你啰嗦。家人之类，你家己好好保重。啊！恁拄则毋是还阁好好，小芳阁甲你冤家哦？小芳到底甲你讲啥啦？伊若伤过分哦，阿妈替你出气。无啦，伊啥物拢无讲，伊啥物拢唔愿意讲。大嫂，你唔能艰苦，卖哭哈！有啥物委屈，甲阿妈讲，阿妈会替你做主。我无委屈啦，我是唔知我家己咧气啥，啊，佮佮可能想就要哭的。